软管连接水龙头的时候，咱们这样操作，这样打结。身边不具备铁丝和卡扣的时候，大家不要着急，选用一根细小的鞋带、细小的绳子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完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上绳直接反到下方，从交叉点穿出，绝对不会跑水、冒水、滴水、漏水的。双向拉伸越受力越紧，结实可靠。